8月9日，一张漫画在一群爱国爱港的香港市民的帮助下，从中国内地来到香港，被如愿交到香港警察的手中。漫画中展现了一位光头警察离去的背影，这位警察便是之前在内地网络上意外走红的香港警员刘警官。王小姐是此次活动的组织者，她称自己通过微博联系上漫画作者，作者非常愿意将作品通过他们送到香港警察手中。王小姐称，送画的念头源于一段警嫂的话，希望借由这幅画表达市民对警察的支持和敬意。我们的群里面有一位警嫂，她写了一段话，她说有一天在这个地铁上面，她的儿子看到电视上出现了警察的画面，她儿子就大喊了一声，你看爸爸，然后她的妈妈这位警嫂就立刻的捂住了孩子的嘴，说千万不要在外边说你的爸爸是警察。我们觉得这个这样子的社会现象实在是太不正常了，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为警察出声，一定要告诉警察的家属，你们是非常非常光荣的。跟随漫画一起的还有丰富多彩的物资、充满爱心的卡片、挥动的国旗和一群爱国爱港市民的加油声。下午1时左右，约50名香港市民自发来到香港湾仔警察总部门前，对警察表达慰问，向警队致送由作者授权的光头警长漫画以及慰问信。市民手举爱国爱港标语，小朋友们挥动着国旗和区旗，地上摆放着鲜花、物资和慰问卡片，卡片上充满了鼓励加油的话语，小孩子们用稚嫩笔触描绘下心中的香港警察形象。大家高呼口号，支持香港警队严正执法，捍卫香港法治，维护社会安宁。市民们更自发地筹集资金购买物资，表达对警队的支持。王小姐称，近日约200位市民在网络上自发筹得1.5万元，购买了方便面、龟苓膏、能量棒、火腿肠等食物。王小姐表示，警员在一线工作非常辛苦，经常连续10多个小时工作，也时常因餐车堵在路上而长时间未能进餐，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为警察带来市民的鼓励，让他们在执行任务之余快速便捷地补充能量。市民薛先生则表示，香港是一个国际认可度非常高的城市，亦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希望特区政府和警察能够带领市民们度过这一难关。